我们推拿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用到手部的这个指头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就这段时间，老婆是做木的时候，做木切除的，不是不能地方的，不是那点的地方的肌肉的。所以你们如果这个指甲太长，要剪一下。你师傅能不能帮你也不？哦，就是那尤其像中指啊，中指这个也常常会用到，所以这个不能留指甲，中指这样。小指可以留。挖鼻孔。其他这个不能留，要剪掉啊。那我们推拿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是，就是我们要去保护我们的手指的关节。我推他的手，对不对？手部的肌肉，他手部会跑掉，所以我的手必须靠在一个地方。那大部分我们会用我们的腿让他靠着。现在就是练不起，你给了一 push 上的我说，他就挡住了，对吧 ？push 上的我说，挡住你了，高一段、低段，人嘛人了。哦，你不要这样推，然后跑来跑去。那现在也蛮孤独的。那这样你推的话，是不是他就不会跑掉？按着去的我说，可注意到大大的。好，那你有时候像有些肌肉很硬啊，你一个手指不够，要我两个手指。俺老几都是开始，没事他们开始被突破、被超过的了。俺就丢给老爸的另一个别叫当过来。那你看我的大拇指这样推，像我这样用两个大拇指，我这样推。怎么切一个别叫当的？我是俺的筋大当啊，等你手切么那个多是。其实你看我这样推，好像我大拇指花很多的力，其实我的力量是来自我身体向前。等你到对我是要你给做梦切给老婆手老手牵不的那个把着了，人家做的给了伊，刚说不一那么多老手手那么着的。所以我们大部分，如果你会出力的话，你会使用力的话，大部分你会靠身体的动作去带动你的手的力量。我虽然你我卡的钱，等你卡的钱，然后我最近两个老婆伊两个卡的钱，我他妈也做不一刚给手给那么多老婆切我的。是比较省力的。等着我前两天定什么有的是，尤其你要推很深的肌肉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推很深了以后，推很深的肌肉，你的力量是不是要推到里面去？那推到里面去，那个深层肌肉你可能只有 touch 到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停在那里。啊，你搞的开始没事被突破级的，你被超过有的我说给了修。等你老板一说的嘛，说起么念你了，难落了你，没事难落了你，扎给的念念你妈念我的，像现在这样停在这里。啊，你妈念错了，扎给念错了，你得啥家的来让 stop 去。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我拨它的时候，有时候你要伸直的肌肉你就跑掉了，所以如果你要做伸直的肌肉，你看我做的时候，有时候我做伸直的肌肉，你看我不动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推伸直。你有的念度所要给了 movement 这么就得让撒着地上的 stop 地上撒着地上念你了，你 movement 这么就你给了一大堆我说地上给了后来你 position 地上的我说你做的给了后来你 position 难落了马上地上那念的了。那因为我们手是有握力的嘛，这样握动，所以我们握东西是比较有力的。啊，所以老爸的要，老爸的要，我就老爸加了绝的，这他妈来会修全部绝了。你看，像我现在这是握动，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没有力，我这样分开比较没有力。老爸的给的也要过要给那，能落也要过要给修全部了，等你对不说。握着这样比较有力。能落也要过完那得修起来，差一段了。哦，这个就是你自己要 test， 就是说我要怎么出力，力量会比较顺畅，会比较稳。等这里要开始现在呢，给了修，等这起度所以你电波差一点了，挡路了呀，这些呢，顾不得等这修全部念完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开始可能您只是先练习推拿，但是其实我们真正要推拿的时候，我们会先去 touch 检查
看看里面的肌肉长什么样子。当我就推了起度，我说当我打之前，第一年当好多打，今年要我就去南路了呀，可以南路了，年当就感觉多了呢，这个是打这。那我们当我们开始教肌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肌肉这条肌肉叫什么名字，然后从哪里到哪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从骨头去找到这条肌肉的位置。啊，所以当时了，对我是 muscle 的了 ，muscle 的配音年纪麻婆多了，胳膊都多了，你给来当我切当了给的是，嗯，对你，了对我说当时的了，如果你给那当去了，我的胳膊没带一点是。所以大部分都是先哦看找骨头的位置，然后再找要推哪个位置。听你对我说当我的了，如果今天当去当我的当不到，嗯，对你心里muscle 的。那大部分从关节面去找这些。头的关节交接地方，因为这个关节交接地方它没有很多不同的肌肉。当我的如果给你当久了，我的车，俺等你属于嘛，甚至都感觉都能切我的。所以就是说，检查是很重要，不是说啊，马上我摸到就要推它，就是说，我们后面要讲这些肌肉的时候。会教你们从骨先找到骨头，然后再去找哪一条肌肉在哪里，哪一条肌肉在哪里。但我们的考虑来人呢，当部的人最马上嘛，等到推那么经过呢，当部的出水一步三年的怀孕呗，大几千块的年底了，年底大几千才进来，新年的了呀，如果你那块了多，等你先大几千，新年最他不吃我的是。那有时候，例如说这个肌肉比较这个缝隙比较小，对不对？常常的个是常常的个是粘当去的，马上给粘当的群众有的是。我的大拇指这么大，对不对？给来中午点的全部都扔嘛的。进不去，对不对？然后做透明的。所以我又用这个大拇指的车。啊，你给来给的手机，中午手机的断过，必须断给的是。哎，你先然后做大的通过的了是。我用侧面。手机的必须断给的是。那如果我们的手这样的话是。是比较有力的。你老切完那你胸切有的了，咱们老不输点就切完了。那有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样推，有时候这样，因为这个这样推太久的时候，这个关节会发炎。你如果要啥叫地上来，你现在push down完呢？啊，你地差不多地上来呀，feel力的了，地上了，老不琢磨的了。我们推的时候，我们要保护这个关节，所以我的。都第一，第二，从我最近第一个是不，第一个是年个的效果起过来了，是给了中午点的吃药了，是给了吃当的了。那现在试看看，我这样推，是不是手指比较累？你如果吃完那给那个中午的了，大中午的被中午可能隔离开着，等你吃一道，睡眠就都通过到大了是。那如果我握这样子，握在。第一次节这样推是比较有力量。你要老婆，你琢磨切给琢磨，穿的来，老婆你没钱的吗？等你切完了，胸切力多大大了是。那你看我推的时候，如果我只用手指推，我就会这样拨。老婆，人家切多少呀？给了琢磨就过去切完了，人家都掐住的大大了是。手是这样，对不对？给了老婆，人家的多少？我觉得好像很粗，但是如果我用身体的话，你看我这样，我找到这个点，我压着的时候，你看我的身体就稍微往前。给了老婆让你切完了，他一拿先给了胸肩面就通过的，他等到给了胸那你们都手部与胸你们切对。哎，你切一刀大了是，通过的了是。我是用身体，我现在手部与切一刀通过的了是。这样是用身体。手部与胸你们都做的。这么的。如果我没有用身体的话。我这手就会这样。老爸给马叫完那了，没嘞，手部给竖的马叫完，老爸给切当的，给了那些竖肩没就等于切多少。所以，尤其你如果遇到很厚的肌肉，你这手指不够力。你我的都没塞的做，可能那没夹我，马上粗的的那了，你等这种老爸也等你切完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对，我们有时候就会有没有？我们就会例如说，如果手指。哦，等你对我说参照啊，注意老百姓睡眠啊，那总得得给吃的，是住，这个时候你看我也是，你看我也是靠身体的力量。对不对？俺等你先，你们都要手部给休的，你们都做到，什么的？移动你的身体。老百姓睡眠都过去给你。感觉力量，力量
老伯兄，我最近年你陪兄弟嘛，我了马上的了马队。这也是一样。俺多少钱呢？几百的？两张。天天多少钱呢？哦，俺多少钱？说不定俺的钱大大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会用到腰力，有没有？俺多少钱？我说啊，就夹给给自己兄弟们的主多点嘛的。对，很厉害的推拿，你看他，哎，他好像都没有什么动，然后病人就觉得哦，你这个力量很大，然后又。天天运动，我说我就参加推拿前沿，前沿迷茫不知，看那几人呢，给人那兄弟说不远的，几多个修车模特的，几多我说修脚有嘛通过嘛，因为到修脚，我那可能修脚我也不好过的。外面的推拿，他们都是哦这样摸啊，这样抓，好不好？啊，这个其实都是很表层，就是最多到中层、深层。去了个一点的推拿参加，人家都有就第二到年当，他们的送把走来了是啊，那。起码他当不定的累嘛的了，真的，去了很大。真正会拉扯到，真正会拉扯到很深的，就是造成很大的问题，都是深层的问题为主。嗯，做但做这些的，你话自己你网站的天天的，不网站了呀，他的叔叔也做起来，你吃我的。所以就是。我们出力其实我们很都是靠身体的控制，如果这样的出力的话非常稳定。我就修脚的，我就做的手部的跟住你们的差异的，等你觉得我是修脚的，但不差异的。这就是杠杆原理，知道吗？杠杆就是杠杆原理，杠杆原理怎么说？我如果拿一个很重的东西。这个如果是一块石头，嗯，我这块石头要怎么拿会比较轻松？给了一单自己来读了，我的看这东西这些给读了，你我的可能他我的多是两万呢，罗军就是两万呢，你的这是两万呢，这是两块的两两万有啥事？嗯，两两万有点嘛的，是的，群就点，嗯。如果这个手臂很长是，哪怕这是他零七万呢，多点的九万呢，这是咖喱块有嘛的事？如果这样是比较轻松。哎，对，我小孩男对人差有点嘛点了，是的。说你出去买东西，买完会这样抬，我也这样。哎，我天天就出来了，家里人我都丢，哎，你今天注意了是？不会嘛，很累。这个嘛啦了，家里好一点了。哦，所以我们推拿的时候，你要出力，就是你的重心要靠近他的身体。等你对我是推拿姐，对我是去叔叔修松修，叔叔让你修的，那你女修的，手部给女修，你干那么多？所以你看我们推拿有没有这样按摩，这很累的，这是靠手的力量。我教完那样按马杀起来就赢了，俺这都教完那了。叔叔老爸来，我先背过来靠开多了。如果你靠近他的身体的话，你出力可以用自己的身体，这样就很容易出力，力量又很够。俺这前头叔叔有手部的胸那么多了，女胸那么多，你陪哪把的那么多，说哪把的来教完那你叔叔的女胸给胸绝了，背当给的了是了，也用给的是。所以你们刚开始练习用手的话，就是没关系，你先试试用手的感觉，然后慢慢你看一下我这个出力身体要怎么样，它会比较力量会比较大。天天对我说，唐伯的那个推拉讲对我说了，真的说老板给你讲了是啦，你看那个人。卡列个人，老板也说不给女修学了，那样点你卡列个人切了，叔叔给切汤切的忙的，这些也煮的了。所以你们不要想说，哎，我是女生啊，我很瘦啊。天天对我说，天天对我说，彭某阳刚不刚不做作业啊，数学嘛的，老要你罗上过学嘛的，叔叔来出面的，你上过学嘛的。所以例如说，我们有很多治疗，它是例如说我压着，对不对？嗯，天天对我说的。可能那啥，那忙起来给了给，你就练给的是。老板给，俺楼下那练了都，你可能练了通过的了是。这样是就比较省力了。但是要顶十步路，那个了，顶十步路差一段是，差一段。懂我的意思吗？过去是了是。杠杆嘛。杠杆。杠杆就是他利用这个部分来，你看我要旋转他的手，所以我要拿在这个有一个。长度，如果在这里是不好做。好，我知道。嗯，
아니 포지션 시당 되게로 숨기다 디 인디신이 채와이나 게라 용기 마라 다다 이 게라기 라바지 마샤 인디신이 채와이나 아니 렐하로 통비델로 스탠디로 잖아 So, I have to take the contr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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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ntrol 然后让他的这个肱骨头转动。你接下来你回来还是的，崩锐横肌啊，我的来呀，你过去过来给我。我这样子是不是很困难？哎，刘先生，别搞嘞好多了。这样很累啊，马上。搞嘞，叔叔搞嘞别开了，叔叔搞嘞，我那听过了。这就是杠杆原理。嗯，啊你。这个物理，这是物理，你们物理应该都高中都学过。嗯，没。就高中的课程。아내가주에망보지니가래아가래생리당이제장유주를했다망치도지니저이도서다폐제하고그래서포지션관련내가관련유명시라유당도죠사장所以小组长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看学员他们出力的方式，就是有没有费力。肯定费力的话，你要教他要怎么出力。근데인도없어니아주그룹견다셔라그룹견다디기다디가지포지션디요미네바디기라발라야주당기포지션컨트롤링기둘러니요견다시가셔라온디기다부르디메시지라고요还有就是不管例如说你用手指啊你去按摩它这个手指就像你的眼睛一样因为这个手指要去感觉里面的肌肉对对我是念的要那注意做梦切做梦有了那不是做梦切的还是想的命能先要注意命能先起来要会能落来呀缩啊可能 muscle 就是要考考有人的 feel 起真的先切过来切过来你在感觉其实就是在做检查因为那错的叔叔的切的都不是念的大家切过来叔叔一定能落来可能所以表示你的注意力要在你的手指肯定对我说可能给两个切削的叔叔你做梦你个几天来呀大部也不行的上路的确我两个切削的你吧所以你可以自己练的话就是眼睛闭起来然后自己按摩自己的肌肉肯定对注意在你的手指肯定对我叔叔是大家去对我说叔叔给得给了能学哟老婆命中你叔叔也 feel 起我的老婆你给看了老婆你给看了你给叔叔也按住马上搞了你给读了你 feel 起一起好像就是你不是靠眼睛，就是因为这个肌肉是在皮肤里面的，你看眼睛看不进去嘛，所以你必须靠你的手指去看去。哦，第二个你看的人呢，啊，可能我注意南路人嘛，是的，一点面到外那通过嘛了，你也许忙你做的话，那老板你给分钱呢，老板你的命能先钱呢。所以你可以的话就是。除了 你可以的话，你自己就是我们上课的话，有时候你自己回去自己按摩一下，就是摸我们今天教的东西，你回去按摩一下，然后看你这样推哪里比较酸，然后那个酸的肌肉是什么感觉，就是你自己要感觉。哦，啊，你我弟叔叔带我去得了中大些，你们男了老的叔叔中大些来了，你那样一点钱的那点我说没事，可能你个月是了，你们的男了来 feel 去，没事，你啥的了让了你那个了叔叔要那个呢，啊你的叔叔错钱，叔叔错上等的错钱。所以推拿需要用到手，所以你使用力，怎么使用这个力量，就是你刚开始就要去注意，注意说我要怎么使用。这个力量比较顺畅，或是比较有力量，比较好控制。这个，如果你们早点可以熟悉的话，那我们教的课就会更顺利。推拉的做盲切的，可能人推拉讲下来，盲切老伯也有你起我的身体，对应的我说，老伯有你的女婿可能内务多，老伯有你费力切，跟住切当，老伯有你内巴来跟住切当，反正我天天心里要打不，老伯中大的也不起我的，天天讲完那推拉讲的连老钱吃住的。所以记得就是说你按摩的时候，你跟他的你按摩地方的按就是他你。他被按摩的地方尽量靠近你的身体。按点点点，我不是叔叔给马赛当赛鱼角了，捏角了，那点你叔叔给手部给张了也怕。像我如果要按摩，怕捏我的头部的话，我会让他的身体。你别想那给了有果敢来接完，那你给了有手部的
내 바디 고 강나야 자니 엔도 신이 시 마라스 엔도 샤이나 슈 슈페 슈슝야와라 엔도 샤이나 주 자니 체와이나 니 슈디야 마리 엔도 지도 소니 어 라바이 라바이 슈 냠도 수 수부이 슈디 냠리라스 어 소이 因为你 用力的话比较顺利的话你学习比较不会那么辛苦。嗯，啊你顶着都开始学习，当地喜欢那你老中就等到马上的退了家了，你来了我哟，来了我才来。我们翻开第二本的26页。呃，学长，呃，没填表啊，就学长你手足。这是我们背部的样子。顶着是呃，夹给啊，夹给你当老子的了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脊椎骨，然后看到肋骨，看到肩胛骨。啊，我是通过到了第一个，就是锁骨的，你这呃，肩嘛，啊你呃，夹不住肩嘛，就是ribs。那我们在这个背部这一张脊椎，主要我们是要来看肩胛骨。啊，你我昨天到那左顶，我主要是能锁骨的，对应的是。那肩胛骨的形状就是像一个倒三角形。 呃，锁背给你念呃，第一个的，第一个的，那你呃，搞的，初中卡松，有点的这段了。那这个我们要记得这个肩胛骨的一些名称。呃，锁背囊住了，你明确些记下也好过的。哦，锁背。这个肩胛骨这里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最突出来的地方，这个叫肩胛骨。 所以今嘛来要，等你团队就去到我的肩胛期来，对不对？是这个。啊，先讲你等等呀。肩胛，这肩胛有没有看？这个是，这里是不是有高高的地方？哦，地方的多，我的 spine 的多。 这是整个肩胛骨嘛？哈。嗯，第一，你缩缩骨刚刚才拉了。哦，然后这个是这有凸出来吗？这是天的的，连嘛的。哦。我的。这个是肩峰。哦，我的看的人那个 acromion 来着，我的是。acromion 来。 然后这个是这整个是这个肩胛骨这里还有一个下角。哦，你锁骨给他们的人的，这么一，这么好像是来我的长的呀，肌肉的。下角骨。就是肩胛骨下面最下面一个尖尖的地方。嗯，你呃锁骨给他们的人，可能这么给他们起来几多，我的是明明可以拿。 所以你看，这是它最下面的地方，对不对？对啊，我的他妈的热度没多了。然后这个是肩胛骨上面凸出来的。你锁骨给刚才出团了就给记得多。然后到外面，有没有还有一个这个叫肩峰，就是因为我们摸到这个有没有肩膀最外面这个外侧后侧这个骨头就是这个肩。我的，嗯，假如你刚才出团的，等你出来出团就多多些的，我的给那老板娘就是我的连马的是。 按照acromion来。这个是不是有高高一块骨头？哦，假如你那年对我这拖下去，对不对？对，就是这一个。我的看那呃啊，看嘞，呃，span还是地刚的嘞？肩胛。哦，锁骨给当兄弟，刚刚刚来多多的。所以你自己要好稍微摸哦，这个肩胛骨的这个最高的地方在这。 我的你们叔叔喇叭枪对我是刚来打的，是刚来脱水去的，我的来了，看到给了喇叭枪就。你看你摸到前侧转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到锁骨的脚跟锁骨交界的地方？嗯，原来你进的出来都说你个得了呃，打过点的你的那进的力度没多了，肉骨给的，你说的了力度没多了。哦，所以你可以怎么办？你可以从锁，你可以摸自己的锁骨。 你刚才叫我能叔叔给，肯定叫我了，叔叔给，叔叔给，得了肉骨，念到了，念念你好过了，得到了，是吧？这样，多没多？摸到这里，哦，这里。
读本读是在念念到了三点，老多几多？这个刚好在这里交接，这个叫肩锁关节，肩胛骨跟锁骨交接叫肩锁关节。啊，你我的带到了，你干嘛了？你好的。假如你做骨节，你假如去锁骨节，当只要头休息到，我你要么都怎么样？干嘛的嘞？嘛的。然后肱骨，这根是肱骨，对不对？肱骨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圆圆的肱骨头？有没有？崩瑞刚的多多是多米多的过过去，所以肩关节有三个，有肩胛骨、锁骨、肱骨三个组成一个肩关节。你干嘛了？你松量的中间是到，你的了明明松量的中间是到，我的来了是肩关节来的来了是。肩膀的关节。顶左顶个最高的做瑞给的。做血血血的的，起码了中上也就做血血的。哦，所以就是，从这个肩胛骨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后面，所以它就是在肋骨的，我们背部肋骨的后面。说过的你啊，最近夹不落了，要把这夹不落的，好像能怎么影响了？怎么一行了有的是念到，所以这个从这个下角对过来。而且你夹不落你，我有点你他妈的怎么第一他妈的怎么可能你先怕天文呢？这是胸椎第七椎。第一我去给这臀部。哦，我讲一下我们脊椎的话，忘了先讲，我稍微讲一下我们脊椎的骨头。颈椎，用膝代表，膝腕到。给自己你的嘛这些脚腕呢？啊，你当初的 C1，你 C7。胸椎。啊，你用膝代表 T1 到。蹲长椎你嘛脚腕，那你 T1 你最重呢？腰椎。用 L 代表。给把给的你之外呢 ，L 六个人，你给 group 的呢 ，L1 你 L5。腱椎就是这个骨头这一块，这一块叫腱椎。你听我说，肌肉了，肌肉给的之外呢？它用 S 代表。S 给的差不多的 S。S。S1 呢 ？S5 的这些的。哦，当然我们还有尾椎啊，但是主要你要记得，这个颈椎就是从颈部这边到肩膀，这个、靠近肩膀这里有七个骨头。你看最夹不落的，大椎了啦，大椎了的啦，你蹲下来了是怎么蹲？然后从这里下来是胸椎，七八年，七八年，这第二几年跌了之后，那你看最长椎个这里。去摁点点嘛，然后再来下来，这里有五个骨头，就是腰椎有五个。第二，你我这个给这个肉包的了，你爱有嘞。那腰椎是最强壮、最大块的。给这个肉包的你读书全部写，你们全部有嘞。那到最后是肩椎这一块骨头，它其实小时候的时候它是分开的，然后慢慢合成一块。肌肉有五条神经。肌肉对应的，你来恁爱有的是了，怎么？第一呢，春秋合作，那不春秋合作，那你得套的就是，你谈到下列这对合作，你出你这不就得是？这个。所以我们肩胛骨的下角，肩胛的下角这个对过来。说不也我你怕你先到位呢？你打打过了臀部了，起不臀部来的是？它这个跟脾胃有关，这个T7跟胃有关啊。那你臀部点你要注意，破坏那么多，怎么样呢？有，我们会讲到脊椎神经。臀部，臀部，接下来你那边的。如果你胃不好的话，大概推第七椎会痛。对对，你要注意，破坏你要那里面的，你臀部的了，另外那你哪一类？好，那这个肩胛骨。它又分作内侧跟外侧。说过的嘞，那outer 的 inner 的你来的，我是这些，你我是给的是。好，
内侧有内侧的肌肉，外侧有外侧的肌肉。囊络当肌肉凝聚了，俺肌肉的里囊，肌肉囊络凝合了，所以这个 muscle 慢点慢点有点。所以基本上你要我们背部来讲，你要知道说这个肩胛的样子，然后我要怎么去摸这个肩胛。你刚才那句推拉嘛，就你上路搞的，人家的说不给内档去了，内档肯定没去，你挡不能好过去，我这是。例如说，我们会去摸肩峰，然后去检查这个肱骨头。我参照我说我的可能能说过的了，当时就我说我说的 acromion 来的了的，当时是嗯，心里的干嘛之类呀，当时是要做的是。那这个肱骨头旁边有很多不同的肌肉。哦，你刚才嗯。你刚来呀，你输了呀，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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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所以你要先找到骨头，你才能够知道在骨头的哪一个位置是哪一条肌肉，哪一个位置是哪一条肌肉，你才会知道肌肉的位置。当不输输给卡里如果还是波子心的当不捏，那新年你波子心给输的了，马上卡里有没去好过多的。所以相对肩胛骨下夹也是一样。嗯，电脑先，你说不给他妈知道，我的来几把进的 ST 7的。我们找到肩胛骨下角，然后这里有一些肌肉。啊，说电脑嘛到位，那电脑挡不拆了，你轮不得你，电脑现在嘛是了有的。往外侧上面有肌肉。七六年你嘛是了有的。往内侧有。囊络你 internal 也嘛是了有的。啊，其实它这里还有一个上角。啊，电脑刚那样去可能土耳其有的是。哦，还有一个上角的。哦，也讲了土耳其多少的是，等等，听不懂。所以你看肩胛骨有没有是三角形嘛？三角形是不是有三个角？你说不定那段可能不是兄弟的那种热度密度是松的，主席松开。三角形倒过来，倒三角形。主席松的你主松嘛，主松嘛的了，你七档六角六角的是。对吗？热度，热度，热度。所以肩胛骨就是这样，然后你三个角都要注意。说话的你的身体，你来呀，慢点慢点松有的了，光着松的。三个角都有不同的肌肉。光着松的，你马上慢点慢点松有的。然后包括旁边有肌肉，然后这中间有肌肉，中间有肌肉，这里中间。哦，光着松的了，你马上要舒舒给张张的，马上慢点慢点有的了，身体张张，舒舒可以呢，得张的嘛。那这个肩胛骨的肌肉，它跟我们使用手部。是有关系的。你说不定张的马上有的是盲签的话，就老百姓老是来出钱来呀，结果有的是。所以我们的手臂，我们的手臂伸展的时候，这个肩胛骨它是会动。我今天就我说，我去老百姓过去，老百姓的现在过来夹的那些，我说你盲签的说不定来过去也的，结果的是结果差过的是。不然我们搬很重的东西有没有？这个或是会把我们的手臂完全往外拉，所以它上面必须要有肩胛骨，把这个手背的拉力把它固定住。你天天对我说，最近咱们就去老板给修全部天天进，加了天天对我说，你老板嘛，人家昨天那过来啊，天天就过来了，身体你手背刚给弱不起来，人家今天天天给提起我的。所以如果肩胛骨错位的话。那我们的手背的活动就会有某些角度就会做不到。哦，天天对我们说，手背的内档，手背的你手背的内档的你挪一呢？啊，你老背的过去也参谋了，你刚刚的贴过来是。所以我们先要了解这个肩胛的形状。天天对我们说，手背的一的让我先要贴过来是。然后这个是肋骨，第一你有筋吗？那我们胸椎有几个？我这里筋吗？还是有的。胸椎是不是十二个？对呢，对呢，长椎的了，还是有人的中医有的嘛的。所以肋骨也有十二根。肋骨也有。ribs 的中医有的。但是在后面。夹不来，就筋。肋骨是半根的。哦，那筋你我来接通是吧？有没有看到？半根的。接通你的，通给到。看到吗？半根的。通给到。啊，这个地方十一十二肋。第二把了，你中筋就接中筋。跟肾脏。你好。有没有很有关系？你破啊，当的变结块有的是。
不是 core 啊，胃、肾脏、stomach。肾脏的那个叫什么？不是 Kema 哦 Kema 啊 Kini 的结尾有点，我都被你带错了，对不起。但肾脏是有关的。Kini 的你们的结尾全部不有点的事。那如果有时候你身体很紧绷啊，或是觉得有点没有精神，有时候跟肾脏这里是有关的。但对人都不是完全，那么就要搞的叔叔错，这是要叔叔 stress 多，但你嘛不是也就说你忙起来，你给你那么多交友就是。脊椎、胸椎还有肋骨，它就会有一些阻塞。但对人都不是，你弄落来你muscle 的就是讲在你起码 ribs 那么多交友的是。那所以你看，我们要知道他身体的问题，是不是要先知道骨头的位置，我们才可以去判断哪些骨头的位置它有错位，或是附近的肌肉有阻塞，所以我们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我的当初的我是说不一样，那才的感觉没当不了，可能那第一念的话里面写了说不一样，如果念的是好好的这都你懂我的，你懂我的。太小了。所以背部来讲，我们会摸到这个脊椎。讲不论你到位那是你要注意当不得了，起码的你可能除了给日报组织嘛，你通给的是他们用给的是哪位？好，那这个摸这个骨头的形状，就是到等一下我们会请小组长带动你寻找这些。哦，等下你这些了，你叔叔跟到group 跟到一个年，你提了report 的 position 就是搞搞多，你哪块你要买搞搞了你要不多，我的你group leader 一点钱是。这个是锁骨，知道吗？锁骨。锁骨就是 CL。啊 ，clavicle。是吧 ？clavicle 来是到的，左骨，左骨。你左骨热多，热么多，热多热么多了是。你蹲了有啦。哦，那我们这个图就是前面的。嗯，你蹲个就超过第二了是。我翻开五十三页。我不想我送来带的了是。看到吗？通水了是。这个就是我们胸腔的前侧。另外，这个臀肌，你的好，然后，你看这个是什么锁？你搞的多，但你往出做骨的多，比多呢。要这样。clavicle L E 哦，这个是锁骨。哦，你左骨在多少了？我们在这个是胸腔的前侧。你蹲下去的内丹波是训的。那这个在这个前侧有没有？这里是不是肋骨到前面以后会交接在前面这一个骨头上？对吧？哦，你腿到了是吗？最近起码你要蹲下去，长跪了呀，你们都腿到了是。哦，这个叫胸骨。胸骨，这个。对对对。长跪，你长跪了，我的是。胸骨。sternum。sternum， 嗯。sternum， 肋骨是不是要到胸骨这里？你这么点你长骨也得了，大概腿都没多大的了。哦，
然后这里有没有看到锁骨跟胸骨有没有交接这个关节？哦，长椎当脊椎你把了，起码来推上去都没都大大的。这叫胸锁关节。第二，锁骨跟胸骨交接的关节。第二，你看这里，看这里，我人那长椎当长椎当脊椎你给推上去了，我这是。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第八节全部起来大了。就主要关节的交接，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尤其是。这些就是活，就是跟我们活动部有关的这些关节，它比较容易移位。给多了。你这个胸骨前面是不是有一节到交接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长看的，脊椎的怕，那些呢？你干嘛来推下去？推给多了是？都没多了。来一下旁边，拨一下看会不会痛。输来那些练到了是哪一都没多了？会不会痛？哪一段了是？因为骨头跟骨头交接形成关节。第开始了呢？它的。最里面是由韧带把它包住。第开始老呢，我就脊椎当你长椎你给吞上的哟，吞上的配置做开始了呢，第二把给咋什么样都吞掉了呢，做我的嘛了。所以不是肌肉，是韧带。第二呢 ，muscle 嘛的是第二，第二啥个举不了举不。好像你用一块布啊，把好像那个。胶带一样，你要把东西粘住，有没有？把它捆住，两个棍子要把它捆住，有没有？你是会用个胶带把它包住。嗯，第二个最古巴的，那些古巴的，那加拉尼听完，那加拉的苏念就接我了，我那先接下来是。然后这个一样，这个到这里以后，这里同样有另外锁骨的另外一端这个关节。第二级大的是输了，第看的，常规的那些你怕输了几节全部几个的。哦，这个是转过来。第二你过了你过十就起的是你过了眼。对，交接怎么看的？第两路了你推上去多少通给多少了是？哦，这个。我的推上去的大的了是。这是锁骨对不对？第一种脊椎的，你锁骨的嘛的，锁骨当脊椎，你要么的吞上的，第一配了就对的。哦，所以这个是什么？肩峰嘛。你可能人呐，你 acromion 来的嘛的。肩峰嘛，acromion。C R O M I。肩峰不是一个点，它是它这个骨头，因为我们的模型还没出来哈，模型这个不太准。acrom 的做的嘛，真的是的做的嘛，真的是。可是单单的我说通经没到了，单单的我说给的单单六九了了，第三二零单单二十了，我的单你没的我通经没到了。因为这一副骨头就做的比例不太准，就这个。这比例不太准，肩峰应该更凸出来一点。你如果第二单单的是你不下去，你会要单单要我同意名字是啦。你我就现在那 acromion 的啊，第一嘛，我就先测的，初的是吞回去的了。我说我们上面可以摸到的，从后面这样摸到前侧。你等我说，肩那些的吞了那些，你喇叭你喇叭有没有的是那样的？好，解锁。等你长过来的呢？好，所以在前侧我们可以摸到这两个关节。肯定就蹲了，你坐的样个最半年有的了，该什么你个嘞？长腿当脊椎你推上的，你锁骨当长腿你给推上，没有脊椎你推上的。哦，这里没有画到哦。你进不进？还画起我的指模起我的了。是吧？这里是不是一个？哦，第指模呀，我听不懂。第得了指模起有的了，背了推上去有的了。记得吗？有看到吗？通不得了。对了呀，glenoid cavity 来的，你 coracoid book 来的，
这个就是关节语，就是肩，这属于肩胛骨这个地方。你那你啥叫的了？你啊，可能锁骨的那些的了是的。那它前面还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你蹲的了呀？出电视蹲的就去了是。那这个地方我们摸不到，但是这个绘图摸得到。你啊，就啥叫的让啥叫的了？我就粘土嘛的了是，因为你出蹲的多少啊？就粘土我认了是。这叫什么？你给看老人了。これは quite privileged on the process なんで。あにおでら。这地方。嗯，这啥子地？これ、地方很重要的。これは quite process なんで。这啥子地？背景是什么意思？肌肉是从这个地方下来。哦，你开始开始问，你干嘛来？你马上送司机啊？你你妈用过的？所以等一下这个小组长带的时候，要这个要让他们摸到会。好，天天六岁呀，你嘛见到就是已经得让了，啥下得了呀？已经就弄过的，念念大大了，费了些。比较瘦的人很容易就摸到了。刚不就是那么上个捏捏一个人了是？胖一点的人稍微肩膀要动一下就。哑巴就是你得送过去，你可能崩溃的呀。哦，我最近年龄年龄了。哦，所以等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地方，你都要找到。听听，就是你谈谈给那个 point， 那个就是要已经去测测你念我也是。哦，所以我们如果这个，第一个你要找知道这是什么骨头，第二个你要知道关节。唐布的人是谁？如果的肯定把那唐布念去，听听如果的 point 的可能没。问题好，我解释。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肩手关节第一个要。第一个要找到的。嗯，第一，你搬唐布的，你可能那左腿当长腿给推上去的，我的经不起唐布切过的。胸锁关节。你不的，你左腿当你锁腿把它推上去的，我的搬腰去。然后第三个这个肩峰，point 松柏的可能那 acromion 来 point 到我的念我的。第四个绘图，你 point 喜欢的可能那 cro， 过来 quite process 来的念我也是。哦，这些已经你要摸到，然后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开。要开始讲一些肌肉，跟这些都是有关的。你今不今年我也是，你这人的可能马斯的你那不就念到念就是那不就我说，你昨天没得叫我去学就有的是。那这里一样，你就是要有没有？第一个你要找到肩峰。拍个几百几千人了，是唐某的人可能你念我的是 acromion 来的念。第二个你要找到。从后面找到前面的话，第二个。七六年，第六年的车位呢？第吞上的了，你我也认识。第三个是我们的上脚。第松柏的你锁骨给扛的了，也吞的就是要落后去，兄弟。第三个是我们的上脚，第四个是我们的肩胛这个。喜欢的你我是锁骨给干嘛了呀？马上留就学了，我的你我也。第五个是我们的下场。那我点你说不定打马窝了，全身蹲不久了，七八蹲不久，我点尿我嘞。这样可以吗？等你先低多了。哦，这个就是一嘛。第挡不起。这是三嘛。第尿松不？这是五。第阿哇。哦，然后这里有一条高高的。第干嘛了？这是脱臼嘞。第修啊，然后前面交接那个是，第短一点可能了呢，cross 就去了，我第可能那牛啊，看得懂吗？当然还五段了。哦，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练习，开始就是你们看这些图，然后这个小组长帮忙指导一下，然后你们自己摸自己，先摸自己，然后等一下再摸别人。
대시랑은 저기 배지 시도 고소 담보들라니 수수기 그룹 리더 요아지 냠도 니 수수기 당쇠들 수수수 담보 필지 네네. 那你有说这个锁骨哦，这个是肩锁关节。아니들라신나게라게나데들라니아마마어튼삼디레레도튼삼디니마갈레갈레치니마규스对吧哦到这里有一个关节양디네양튼삼치레리도스哦那你如果这个关节比较位置不太清楚你怎么要摸第二个肩锁关节就是안디요튼삼들은나무많이와있는데라고디인데진이야깨기깨기진이요근데肩膀这这个关节会动。嗯，라고디崩溃崩溃야짠이라안디인데진이안디고조개이래了。디튼삼디튼삼디고조고조개이래스对吧？디레도레미도了。就这第二个。디니오디래스아第三就是肩峰。松柏地。慢慢摸到外面这个。松柏的 acromion 来的，你看那个嘞，你去你妈，你去了你妈，你现在做呢？哦，你这样子的嘛，肩膀最高这个地方。嗯，当胸，你缩给当胸，你放点。它就从有没有从前面绕到后面？你六年你去了你趴一直做的。它绕到后面以后就会有。去了你趴一直做呢？绕到后面以后就是从前面绕到后面就是第四这个。去了你一直你趴一直现在做呢？你看着呢？속력이마살디기마시나시워디폰시워디라레스好然后这个第四有没有这里的前侧的这个第四会突会突在这个肩锁关节的下面嗯아니等到시워시나뭐시워시나아니어디기워래요레스你动这个肩膀的时候这里有点会动这个就是这个关节的下面这里디니고조겸디고소요아니디원래디고조프로모브멘시이래렀어아니어디디원래여기다래뜬거래렀어디라너로고시이래스나如果你的肱骨你的肱骨头太紧你的肱骨太紧其实其实그런게원래아주봉래라봉래게디강당강강래처럼어디옆에따르려나他会跑到前아会顶着出天的一类所以这个这它就会靠近这个喙突，어디어디가시는데요디어주발길이어디가래에크롬에크롬말해어코코르코르과이트디어디라야주냐면자리를쓰디어然后肩胛骨的上角，속비기강대라上角怎么找？강대가는냐고래를양팔肩膀양집에서니잼니야소고디말해上面有个突出라고딘디야기하고그랬어아니니가내지퇴를읽다달랬어好这是属于内侧니낭로디를달랬어낭로下角应该没问题我디다가리카요즘말해랬어你不知道你这手往后背계속하면오늘라고인디지니갭레치那么这也会突出来인디지니따다니디퇴교도민도랬어原都没读了是，第二年下我的这个三顿包的，可以吗？记得了是。小组长知道怎么教了吗？给了劝的时候你看着好合适了是，看着老板也嘛。这些顺序，他们全部要知道这个骨头在哪里，一在哪，二在哪里。嗯，你现在老弟我是 number one 就考了有没有请你提前 labs， 可以吗？可以了。哦，好。就是我们要去了解骨头的形状，所以你一定要摸的位置一定要清楚，这样你才可以从它的位置去找到它旁边的肌肉。如果你练当地当不下来，当不如果你三脚跨了有点，第一要练当地跨了有点，我的当不已经就下过来，等你先练第二就马上就做你一个人。所以我们说这个锁骨。肩胛骨跟肱骨形成这个肩膀的关节。你好，这个老人那的脚部的锁骨的短的肉骨，你的崩骨的腿上的做前些活的。因为我们上半身的活动都是靠手，所以我们身体背部啊、颈椎啊会紧绷啊，或是会
影响到你的心脏啊，或是呼吸，都是跟这个肩关节是有关的。靠近了，那你吞上去的，我的有老外，我就两个钱的，老外也给，但是什么你的那你们的脚不要的了，我的脚不落了，我就脚不落那一度的脚，可能别是超过坐过就是超过前一度了，就什么的了脚有的。所以我们这两张这两个画，这两个就是它的前侧跟它的背侧。陈立云对我说：“第一个把底你夹到对你和这里的人物的。”那背侧有没有？背侧我不是说这个是肩峰有没有？有没有？人物的大大的底底连都连不多，是你说不一行的。肩峰不是一个点。你关节嘛的是？它是一个一直到前侧这里。第你也就是你。你可能如果进一步进来蹲，夹面进来蹲了，怕就是。如果你们摸的时候，我建议就是你们要两个手指，就是要整个手掌这样摸，你才可以摸出它的形状嘛。好，今天对我说，去给你老板强调我说要你那边做某年纪进来，你可能给一不小心我的用土的。如果你要摸一个人的鼻子，你是这样摸吗？这样你怎么会知道它的形状啊？其实可能给你老年纪可能。那我的举过的那一点点的切完那你扩开你脖子心里好过来的。这样摸哦，这样摸，哦，它也凸出来的地方在哪里？哦，这个鼻子大的还是小的？嗯，哎，你老去都是给那他那老婆唱那些点点做梦，你送给老婆唱的点点切完那我用的那我开始一不当的就上面垮掉，你腿骨都人家好过多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触诊骨头的时候，我们手不是出力要去按摩它，我们是要感觉它的形状在。形状的样子是什么？天天都有说哟，天天都有说啊，就老外给你怕尿块头都有说了，对不？如果年当的尿块头，就第一个就年当的脖子性的感觉就大。如果我们肩膀这里有没有？我们下面是肱骨头，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个肱骨头。嗯，第二个就是中肱瑞给要放多。因为我们手如果放多，我们这样手转动的话。这个肱骨头会转动。第我就给不第扛的肱椎扛的了，我就给多都没有。上面比较高的骨头，这个就是肩峰。第刚的托点你的还得缩略的第吞张的类似。它从前面绕到后面有没有？第对你肩胛骨你拍的是的柱头连嘛的。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凸出来的？这个就是肩胛肌，有没有看到？你今出团了就知道，我点你肱椎给还得缩略给扛的热度这么多。那我刚要你们。有没有手可以往后抬，对不对？天天就是老外给你肩你趴着呢。这个肩胛下角就翘起来。你绷着收不住一点，出你腿里的。然后这个是它的内侧上角。你看看是inner 还是 deep 的？当初。肩峰。你可能看的 acromion 来的。所以今天我就是这三个点形成一个三角形。第二你是疏松，主心室松，疏松嘛就不关松节。第一，你干嘛来呀？这骨头你要怎么感觉到？你现在看好像你会看到，但是你摸的话你看不到嘛。你要用摸的，不是靠眼睛的。命到那通经嘛，然后你可以忙起去，可能 feel 起，哪怕也 feel 起个多少。那你先可以波子形的话，就如果形状是这样嘛。如果你波子形的，你得多少？所以你看我是怎么样？我是这样。我看这个牛背多，我看那几度几米度。我是这样摸，我看那几几米度，对不对？你就几多了？你今摸摸，你今天要用几多了？那前面的锁骨也是一样啊，它是也是一根骨头啊。对，我就找贵点。这样一个这样摸过来嘛。对，我就找贵点，基本上老板给你今天出用几多了？这样摸怎么知道？按照老板通的骨粗的了。它上面还有皮肤，还有肉啊。对啊，那你看那会下当，你约到了下当。那。这个前头比较好找，前头就是在我们这个胸骨柄，这个胸骨柄的上方。对，你那两张你来了，我有的是你的掌柜，我就抵抗的。那后侧这个角度，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比例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锁骨的角度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慢慢从这里摸到后面这里。对你的左柜的了左柜的长柜的要左柜的你念当的你扛年轻的怕着年底怕了用的你那些的怕脖子心可能还是脖子心感觉都用过的。所以你看他们交接是这样，我有看到你通过的推上的点的这多少，你看我这样摸到这里是这样，有没有点的那六十你六十多这么多这么多，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叫抬肩膀。他们我那还在想呢，那肩的可能抬肩膀，嗯，可是这老公柜的要你请驾驶你家对我是第一，我就给一点。哦，然后这个肩锁关节，肩跟锁骨关节，它下面
就可以找到这个绘图，有没有看到？哦，左边的当你第一推上去，我的人第二个多少 point 的？这很重要，这里有三条肌肉会从这里下来啊。哦，过来多你 broke 来知道我的人，你那个第几处被勒？这个肌肉，你们一定要摸清楚这些骨头的位置。哦，你 point 的被几处勒？反正你那个人你muscle 满到松弛的你没听了，我声音给了一点。所以你摸的时候要用你的手掌指腹，不要一个手指头，你要。两三个手指，像你看我都这样摸。丁勇，对我是已经进了，祖母鸡这个买一把，祖母送给老婆去年的新年，给了老婆切完那些子的切过来是。啊，所以就是说，所以你要，所以我们肌肉啊，例如说我们这个肱骨，这个肩峰下面的肱骨，这旁它的前侧、上面、后侧全部都有肌肉，所以我们要从肩峰里面去找到这个肱骨的前面、中间还有后面，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肩峰在哪一个位置嘛。嗯，啊，你有对了，你有说已经去第二去项目的了呀？你起码吞上去的，吞上的了大，你起码你吞上的了大，上那些一定的嘛，是就是好好用面，努力用过的了是。哦，那所以这个往后面摸这个部分，我们讲的这几个一二三四，你们自己也要摸清楚。哦，今年我就六九点，你当半夜我送包子，你群主他妈也扭到你，好好好扭过，好好吃我的。就是往后抬，它就翘起来。嗯，说话的群好好吃我的，你老会夹人的吃完，那可能也疼你的。那整个肩胛骨、肩胛脊也是这样，肩峰也是肩胛骨，然后喙突也是肩胛骨。哦，你说哦，手背的波子性的大了，简单的 acromion 大就是反正你他妈要手背的，你们手背的了，手背的。所以如果肩胛骨的角度不对的话，这个肩峰跟喙突的角度是不是会改变？哦，天天六不是一样啊，就是手臂的鸟翘那低起码低啊，那给老婆娘就去当的脚主主嘛的。然后附着在这里的肌肉是因为它角度改变，它的。激素的方向拉力也会被改变，对吗？哦，嗯，第六说你第几嘛给弄入了呀？muscle 去了 ，muscle 的你脚，可能练脚当我的了。你脚当那你仰马天天的鞋的样脚着鞋的了，哪会仰马天的？我觉得。所以有些我们会产生疼痛啊，都是这些关节面、关节跟关节之间的这些激素的使的拉扯不平衡。所以它才会产生一些问题。我的我就发现，男我就男的，就是他们撇下的，我就吞针的，但是松弛了，吞针就是那样，干嘛了呀？刚才隔离区就得吞掉的了，是我刚才全部切掉的，是我的隔离条我的了。所以等一下，大家再花一点时间，稍微再摸一下。就是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来前面看一下。好吗？啊，你这些群什么？你我大大了是了，你考虑老婆前面一幕，那前面了，你但对他们我那也锻炼练低了，等于得些呢呀。那你看肩膀的这一边就是，这有橘色的这个东西包，这个就是韧带。嗯，啊，那低了大大了，现在 orange 都是到红的，你低了了是么？么看的？橘白的了是。哦，所以这个韧带把它拉住，不然橘白的可能那些。control 起小多，哎，你买简单的货买的啥多了？崩坏的。它是有弹性的。哦，你我的也好的，嗯，啊，就 stretchable 多了，对对对了。哦，我们很高兴这个模型来了，这样我们讲课就会非常。啊，就第别高中说了，三的第那如何的了啊的，高别中说了。哦，这个模型就是比较正确的比例。嗯，你当那你你要到差不多就落去多了是啊。哦，所以你们如果看这个图不太清楚，你们可以过来看模型。其实群主一天的八的了，等你了，你日木的了，等你啊，我要我嘛去那你跌了，等你，你可今天当好多，我就当个手。自己摸，哦，我的锁骨在哪里呀、啊？那就叔老爸用用了是吧？在哪里呀、啊？可以自己摸。叔叔切了，叔叔老爸靠左腿靠多，你的臀上就是垮垮多了，你试试哟。好、哦，嗯，可以吗？等一下，你们再稍微练一下，可以吗？啊，这些的工作不就全能提来了？哦，自己摸自己，或是摸别人，稍微摸一下，好吗？嗯，试试老婆枪样，没想到老婆娘老婆也提了，老婆来样娘枪，你先切了。哦，因为这个肩关节这个部分的骨头啊，因为我还没有讲到这个。
肱骨，也还没有讲到肋骨，我们现在讲到这两块骨头而已。所以你们要摸清，这样我们明天开始讲一些肌肉的话，你才知道我要从哪里去找到这一块肌肉。嗯，但是那个那个那边的哦，做你那有的就是长锐的，你看嘞，左锐的，你缩锐的，我的你来你做些，你吞上吞上的来做些那边的，反正给那个我那么起码的都是他那那嗯，没事也得来用嘛的了。就是我们在才会再教一些你怎么按摩这些肌肉的一些手法。哦，俺今天去那给那个按摩去，当那个了啥等的，马上去当地让你。当然，你清楚以后，我们有时候检查是两边对称检查。嗯，你看最大效果接了接呢？你第二个啊不，可能错你了有了，错你了你啊，到这些人的那个人。那检查是非常重要，这个当然就是要我们要就是你们要花时间慢慢练习，慢慢你的检查就越来越会越仔细啊，越清楚。嗯，安尼啦，你滴答对我说，答这些对我说啦，你说这个卡嘞别这种卡嘞，养不起你妈到位呢，你接了你第一个是你当当可能差蛮给了，第二星期线路回来了是的，可以吗？第二，好吧，那我们就有一点时间，我们再练一下。就是这些呢，我说人家别这记得你的手，不是一个点啊，要整个。手指的指腹这样慢慢找，好像在摸一个形状一样。啊，叔叔已经慢起了。叔叔，老外给祖母寄嘛，又把祖母你送给军连的老外。像我们已经很熟，我们就知道这要怎么摸，随便这样手放上去摸一下，就知道它的角度是怎么样。给了抖音那等等底下了，别我的下山了。我们是下山，给了伊南山过来的口音，不是新口音，给了伊老外过来祈祷，我的那些叔叔诶。那你一定要多练习，因为没有练习，你会没有办法去知道骨头的样子。重大吗？这了三，重大这三呢？这马这呢？你可能你如果你内当跌当当，还有没好骨嘛？这了是重大吗？这可以吗？这了了是。OK， 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大家再练习个15分钟嘛，哈，然后我们再下课，这样可以吗？干嘛中啊？把这些安点呢，整到全体了。OK， 来，小组长带一下。